那我们现在就在 Central World 的里面，整个商场超级大，然后可以看到很多店都有中文，像 Levi's 新年一切从新，一个泰国的店，自豪高兴，当然是因为我们有钱了，对吧？Pokemon Adventures， 哇，居然是英文版的，我好想买一本回去收藏。但好像主人公已经不是小智了呀。哎，还有名 ，Detective Conan， 英文版的。我看到我的最爱。并不是乐高，不好意思。好吧，这块没有什么，全是。低幼儿童，我很怕这个。那边有些周边商品的样子。啊，这 T 恤蛮好看的。哇哦！这个真没有点太划算了，感觉不是很穿得出去啊。四件一千，就是200多四件。四舍五入就是不要钱了。200多四件好像还可以，对啊，但是就是能不能不要都是这种，就是复古美漫风，就有点过于花哨了吧，穿不出去啊，这谁能穿出去啊？这是鹿角巷吗？国内比较火的，在泰国喝一个鹿角巷吧，80泰铢，十几块钱，国内一样。门口呢就有一个小吃节 food festival， 那个人就说我们要去互动区域吃小吃，就可以问他盖章，盖四个颜色的章，然后就可以换一瓶水，然后我们去看一看有什么小吃。刚刚逛了一下街，买了一点东西，现在这边已经在关门了嘛，然后我看这个小吃节的也差不多结束了，今天就早点回去休息。Hi. Beer. How much? 60 baht. For one? For one.要举着这个酒杯，然后往前走，直到我遇到一个也有酒的人，然后跟他干杯，这组镜头就算结束。Cheers, baby. Cheers.I'm doing a mission. I have to end this clip with a cheer. This is my beer? No, it is not. I've walked all the way to find someone drink. Oh, okay, okay. Cheers! Okay, we've filmed it.我们的泰国之行呢，都用小程序懒游星球制作了完整的行程规划路线。那之后我们的旅行呢，也会用小程序来记录我们的行程规划是如何安排的。大家也能用这个小程序呢，去自己制作一条行程规划路线，去分享你们的旅行故事。这个小程序呢，也是我们倾力打造的，旨在为所有热爱旅行的人提供便捷服务，所以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去搜索和使用。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提出，为自己代言。